个保育区是基隆市政府跟渔会合作。基隆市长林佑昌亲自向民进党秘书长林希耀等人导览国门展区西儿仓库走餐馆起点城市，透过多媒体影音照片收集与沉浸式剧场体验，呈现基隆市港蜕变过程。率领副秘书长林非凡等党工前来参访的林希耀表示，这一次真的是不虚此行，基隆已经脱胎换骨，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呼吁大家在2022城市博览会闭幕前，赶紧来看看这座美丽的山海港都。那基隆的疫情、已经平缓许多，所以呼吁大家这个周末赶快来基隆看看、基隆不一样的新风貌。你就会感受到说啊，这一个山城，这一个港都，真的在右昌跟适应、他们地方中央大家联手之下，真的做出了非常令人高兴、让人骄傲的好成绩。而对于年底选战，林希耀表示，因为疫情关系让提名速度变慢，不过北部地区疫情已经趋缓，所以像基隆、桃园甚至新竹等县市长提名将加快速度完成。北部地区、应该、疫情已经趋缓，所以像基隆、像桃园甚至新竹等、这些、这个县市长的提名、总是、这个八月就要登记了、我们还是希望尽早完成提名，让大家有所准备。至于有郑国会参选人抛出林佑昌参选新北市长，林希耀正面肯定说，大家听了真的都有这样的想象和期待。基隆这七年多来、真的整个都翻转了，所以这也代表民进党执政呢、品质保证呢、基隆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典范、所以最近有人说佑昌是不是来选新北，我还没有跟他谈过了，不过大家听了真的都有这样的想象跟期待民进党很多任满的县市长，像郑文灿林志坚潘孟安我想他是民进党的宝贝，也是我们台湾的资产，我相信未来绝对我们会大家都会很期待很珍惜他们林佑昌则再次强调，现阶段以市政为重。没有，我们把基隆市政做好。好，谢谢。这个规划。我们把市政做好就好。在时代力量宣布提名市议员陈维仲参选基隆市长后，被外界视为将代表民进党参选下一届基隆市长的立法人蔡适应也认为，如何接续林佑昌的政绩，让基隆市继续朝进步的方向前进，才是市民关切的重点。不论是有谁人担任候选人，我相信基隆市民还是希望。下一棒的基隆市市长能够延续现任林佑昌林市长的整体施政的城市规划蓝图，毕竟城市的规划蓝图的建立跟塑造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未来新的市长当选就把这样的成果给抹杀的话，那代表了基隆市要重新来过，这也不是基隆市市民所乐见的。所以我相信，不论有多少位候选人的参与，基隆市民还是期待。基隆市进步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方程式能够继续走下去，那我也会就这个目标来继续努力。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